荃湾一个制造贺年糕点的工厂发生夺命工业意外，一名女工人操作一部制作中式糖果糕点的机器，期间发生意外，被困在机器入面。事发在星期一的朝早八点几，沙咀道45号工厦的一个单位入面，警方和救护员接报到场，女工人昏迷不醒，由工友陪同送往仁济医院，可惜经抢救之后证实不治。